关心地方建设发展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主持泰山区行动治理座谈会。侯友宜也表示，要是没有各单位的努力配合，就不会有文子郡的诞生。此外，市长还特地感谢里长们对地方事务所做的贡献，并且也勉励大家一定要自立自强，将竞争对手看成是自己的心态，共同努力让新北市变得更美好。新北市长侯友宜26日至泰山展开行动治理座谈会，与里长们针对温仔镇湿地重划工程、甲乙类大客车进行路段及泰山义学市民活动中心等议题深入讨论。咱这个所在起来，带领到的不是咱新北市好，全北台湾好。咱针对第二条，再讲咱温仔镇开发的中单，它是2.6个台北的蓄力计划区，来给我准备要做5个单森林公园绿地的面积。来，快点来看这个大图，所以你也是想象，咱未来这个温仔镇。经过28年以后，咱就是台北的南区新型的发展，台北南区就会被我们付出，甚至会超越台北的东区，可能比咱温仔近，可能比咱泰山东家。咱爱安尼看，咱的新北市叫前途，咱的台湾叫前途，北台湾就是靠咱江北发展。现场立委洪孟楷、市议员宋明宗、陈明义及赖秋妹也针对泰山地区提出建议，盼能有助于地方发展。泰山重大建设里面，其实不管桂子坑西的整建、大坑坑西的整建、捷运 A5 站临时出口、南丁丁丁 A 板马滩路剪彩，还有咱自来水管的汰换，以及泰山体育园区天幕篮球场，这是咱新北市上大、目前上大的天幕篮球场，马背后啊，哦，所以希望说我们在短期内可以赶快再来做一个开幕。A5A 的这个基捷站，我想我之前也跟宋明宗议员，我们有再去做这个会勘，所以现在捷运局我知道是说要报中央的这个 A5A 设站的一个计划，以前的泰山收费站，现在的吊拖车道这个地方，我们直接切一条出去，走大科一路，直走到平民路，你要接太平路，右转到公园路，就接到同仁国小，公园路再接到民治路的段，这会成为泰山的外环道。南大民治的活动中心，哎，有无告别啊？拍摄底下嘛无告别啊？以拍摄底下，咱今仔个也严谨的宿舍。咱无努力嘅，咱只要咱面子上无努力嘅，咱若国前钱富裕嘅物件，我都处理。咱若变到这活动中心，咱活动中心有嘅，然后派出所规款拢来使用，连包括你以前都有办法来解决。第二个，学校能够真心的改善。第三，咱活动中心，咱平常旅游，咱图书馆，咱社会科学科学，拢会使做出来推广。全新北市所有的公共设施要盖这个太阳能板的时候，一定要在先地方先开说明会，才不会它的骨架都已经做了，就是基架已经做上去了，然后现在面临到底要不要拆掉的这个问题哈。那我们也不希望民众去抗争。侯市长说，没有各单位的努力，就不会有温仔镇。温仔镇的开发是2.6个台北新一计划区、5个大安森林公园的面积，未来将带动周边都市生活圈。针对临时停车场不足的问题，他也责成交通局评估周边停车需求量，增加适当停车空间。所以，我做新北市市长，我听讲吼，好好我才好，台北好我才好。谁来讲？人都是中心嘛，谁来看袂起来？家己咱是来贵姓？这边来讲，什么首都生活圈呐、啊？来讲什么以大台北为发展，台北市为发展中心的多一个等级。来讲你中心，咱就爱自立自强，不断的把咱家己乡家己的必要。今日你怎啊？你拢做必要代啊？你逐家乡家己的必，你爱家己必要，家己有信心，咱家己必要。侯市长很感谢里长对地方事务的贡献，勉励里长自立自强，以竞争对手是自己的心态，让新北市变得更好。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。